Dirección, Enrique Segoviano.同学们早啊，我是你们的赤渊老师。老师我呢平时话虽然比较少，不过字字珠玑。原来此处就是名为学园的会魔之地嘛。同学，老师说话的时候不要插嘴。异界的机械造物呀，如可欲知晓无知之名，切，无聊的家伙。那么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请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的名字是苍玄之书，大家可以叫我小玄。学以后早点回家，有不懂的一定要问老师。在学校多交朋友，千万不要和坏孩子一起玩哦。姐姐，我会乖乖听老师话的，我出门了。注意安全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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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也要把你吃掉！喂，你们几个在本大爷的地盘干什么呢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疼。你这么菜，不如跟我混吧，我们由大帮罩你。Este reloj necesita una batería nueva。糟了，要迟到了！谢谢你。有请下一位同学。无奈深渊之引路人，无计幽邃之主。聆听无知教诲吧，深邃幽暗的飞潮即将淹没这个世界，与此降临吧。 Black Shield Rider， 居然真的召唤出了。这教室还真不错。大家好，我是犹大帮的老大，犹大血之拥抱，叫我阿大就可以了。今天起我们就是好兄弟了。看到了吧，这便是无辈的实力，守护血渊的骑士哟，成为无知仆从吧。仆从？本大爷可是大名鼎鼎的犹大帮帮主。En ese momento, Cell sintió el verdadero terror. 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 我可是犹大帮的了。老大是吧？老师对不起。Tarado, lo asustas. 我做坏事了，我是个坏小孩。
Ella es la persona más pura y más buena que he conocido nunca. ¿Vale? Stand by.